选播报，先请酷炫早知道。10月3日 ，LG 将在纽约举办新品发布会，推出新一代旗舰手机 LG V40 ThinQ。也许是因为爆料太多 ，LG 干脆直接发布了新机的首支宣传视频，几乎把新机给展示了个遍。视频中多次出现数字5，强调新机的5摄，与之前的爆料一致。LG V40 ThinQ 配置了前置双摄、后置平行三摄，据传其中两颗镜头分别为广角镜头和长焦镜头。在三摄的黑科技加持下，相信 LG V40 ThinQ 的拍摄效果应该会相当不错。三摄下方是指纹识别，基本可以确认 LG 新机没有搭载屏下指纹技术。从爆出的渲染图来看 ，LG V40 ThinQ 外观设计更加柔和，官方还提出后壳玻璃采用了喷砂工艺处理，使其柔软亲肤的同时还相当坚固。LG V40 ThinQ 正面是一块3120×1440分辨率的 OLED 刘海屏，搭载了骁龙845处理器，最高8GB+128GB 的内存组合，33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。配置方面只能说是中规中矩。三摄到底是 LG 的噱头，还是真正的黑科技？下周让我们见分晓。